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。近日 ，Rocky Toys 又公布了一款火影1:6可动手办的情报，就是来自小组织的迪达拉。这款 ROC 迪达拉高度约为 27.5 厘米，加辫子全高可达30厘米，配件包含拥有纹身图案的二次元比例的男性素体一个，一颗微笑表情的头雕，呲牙脸的替换表情一个，四颗小直径虹膜的可动眼球，两颗大直径虹膜的可动眼球，以及搭配的可动眼球调节棒一个，还有四对替换手型，一顶斗笠，一个眼罩，一条硅胶手臂，一双鞋子，以及一个展示用的地台。服饰配件方面，有一件小外袍，和之前的团员一样啊，领子及衣身均镶嵌了金属线，衣服门襟内含磁铁，方便开合，以及一件网内衣、一件上衣、一条长裤、一个挎包。武器配件有6种起爆粘土和4个粘土支架。最后预购的特点呢，是拥有飘逸发型的吐舌表情头雕一颗，相当的生动。这款迪达拉官方定价为1380元人民币，预定时间从现在起到2月29号截止，预计的出货时间也在2024年的第4季度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电商的预定情况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资讯了。到货后，韬光也会为大家开箱。喜欢火影，欢迎订阅本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